走在红尘俗世间，谁的呼唤飘在耳边，那么熟悉却又遥远，为什么痴心人初次难相见。徘徊在起风的屋檐，谁的叹息飘在风间，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多少前世缠梦难待今生缘。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聚散有命，也要用心快点快点，哥哥马上就要来了。是扫干净点啊。哦，快点啊快点啊。哎，怎么佛前的香烛都还没点？香灯师，玉林师兄，奇怪了，人跑到哪儿去了？纠察师，纠察师，好了没有？嗯。哎，大殿怎么还没动静呢？说的也是啊，玉林师兄也不晓得跑到哪儿去了。该不会又是他在闹情绪了吧？哎，昨天我还跟他说，说格格今天要来进香，他就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好像对这件事情很反感的。哎，我们这位师兄啊，也真是的，总是转兮兮的，我看呢，他迟早要吃亏的。谁说不是呢？哎，对了，我们分头去找，要不然到时候格格怪罪下来，我这个知客师担当不起的。嗯，我们分头去找吧。哦。不进，不好了，格格又在生气了。哎，这孩子。你这是干什么嘛？我不要拜庙嘛。哎呀，真儿，你怎么能说这么罪过的话呢？自小你的身子弱，三天两头的就生病，算命的都说你八字轻。嗯，所以呀，才要你常常到庙里去烧烧香、拜拜佛，求菩萨保佑你长命百岁呀。如今崇恩寺都已经安排好了，你怎么又使性子不去呢？额娘，求菩萨保佑，您替我去也是一样啊，为什么一定要我去嘛？心诚则灵，当然要你自个儿去才能表示诚意嘛。我讨厌看到那些和尚嘛，一个个头剃得光光的，难看死了。哎，让你去拜佛，又不让你去选女婿，你管人家头光不光啊？哦，难道还得为了你这个宝贝格格去上香，叫那些和尚把头发都留起来不成吗？啊！哼，我不管你们怎么说，我就是不去，就是拿八人大轿抬我，我也不去。哎，你这……阿玛，你不要逼我去嘛！我答应你，以后一定好好保养身子，不生病就是了嘛，阿玛好不好嘛？哎呀，好好好，还不去就不去吧。哎呀，这是王爷您。哎呀，
算了算了，不去就不去吧。我们就这么一个宝贝女儿，有什么办法呢？谢阿玛恩典。哼，哎，起来吧。我真拿你们这对妇女没办法。好了好了，没事了啦。你呀，哎，喜春呢？哥哥，喜春去同恩寺厅打点去了，还没有回来呢。喜春姑娘，我们知客师在那儿。好了，没你的事了，我自己去找他就可以了。阿弥陀佛。知客师傅。喜春姑娘，这么早就来了？我是先来看看你们准备怎么样了。你也知道的嘛，我们格格难得来这么一趟，要是让他有什么不满意，你可就麻烦喽。哎，是啊是啊，就是因为格格要来，我们从一大早就忙到现在。您放心，格格到时候一定会满意的。那我先去大殿上看一看。啊，哎。糟了，玉林师兄呢？哎，玉林师兄，玉林师兄，玉林师兄，你在哪儿啊？我在这儿。哎呀，玉林师兄，你爬到树上去干什么啊？我刚才经过这儿，发现一只小鸟掉到树下，我就把他送回他的窝去了。那你知不知道今天顺清王府的甄格格要来上香啊？当然知道了，昨天夜里这个师兄已经通知我了。那你怎么还没有动静呢？平常这时候你早就把大殿整理妥当了，可是今天你明明知道有贵客要来，反而慢吞吞的在这弄起小鸟来了。纠察师兄，甄格格不过是来上香而已，可是鸟儿却是一条命。哎，话是不错，可是你们知道顺清王府是我们的大施主，我们得罪不起。我该做的我会做好，可是我不想奉承什么顺清王府。阿弥陀佛，你的个性怎么这么倔强，我不跟你争了。拜托你，你的事情快点做好就行了。奇怪，大殿上的香烛都没点着啊。这个师傅，这个师傅。阿弥陀佛，快去找你们知客师傅来。姑娘，我是崇恩寺的香灯师，有什么事吗？哦，你就是香灯师啊？那这里是你在负责的咯？是啊。你是怎么搞的？你不知道我们哥哥要来吗？做事这么慢吞吞的，你看看你，大殿香烛都没有点好嘛。幸好我先来看一看，要不然等哥哥来了，我看你拿什么交代。你是谁？怎么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我是格格的贴身丫鬟喜春，你嫌我说话不客气，那是因为你没有看到我们格格。我们格格要是发现他来了，这里一点都没有打点好，小姐脾气一发，你可就惨了。你吓得倒别人，可吓不倒我。什么小姐脾气，还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仗着父亲的权势来欺负人罢了。哎，你这个和尚怎么这样讲话？你不要命了？我为什么不要命？我也没办法。你们真奇怪，拜佛就拜佛嘛，为什么还要事先来通知呢？和尚扫不扫地关你们什么事？哎，你搞清楚，我们的格格可是千金小姐。那你最好回去告诉她，她是千金小姐，我还是万金和尚呢。你简直是莫名其妙吗？你哼。哎，喜春姑娘，你要到哪儿去啊？你们那个香灯师傅太岂有此理了，我去告诉我们格格去。哎哎，喜春姑娘，啊，玉林师兄，师父喊你去。哦。哎呦，什么人不长眼睛啊？这么大一双脚在这儿，都没看到啊。师兄，你怎么睡这儿？在这儿睡觉最舒服了，尤其是这种天气。你要不要躺下来试试看啊？我哪有你这种闲情呢？师父叫我，我还得赶过去呢。还要玉林呐，你别急着走嘛，一天到晚那么忙活，还受一肚子闲气，你也成不了佛呀。哎呀，你还不如在这儿睡一觉，做做白日梦啊，一点烦恼都没有了，说不定成佛还会快一点呢。师兄，你在胡说些什么？我胡说？哎呦，
你做了那么久的正经和尚，也没看见你比我强到哪儿去呀、啊。哎，还不如像我一样的，啊，做人啊不要太认真，圆通一点吧。对不起，师兄，你的禅机啊，我实在没兴趣。师父在等，我走了。不听啊，不听就算了。好，你去做你的正经和尚，我还是做我的疯癫和尚。师父，听说你又不高兴了，是不是？师父，弟子实在是看不惯他们巴结权贵的样子。出家人淡泊名利，心无挂碍，为什么还丢不开世俗呢？玉林，佛门为众生而开，你分别心那么重，又如何能度众生呢？师父，既无分别，那么贫富尊贵就应该一视同仁才对啊。话虽不错，可是佛法不离世间法，你如果不开一个方便之门，让各种人都能进来，那到后来你就会断去许多人的佛种啊，那又如何能够弘法立身呢？师父说的对，弟子一定改过。嗯，你并没有错，就是个性太耿直了一些。玉林，你可不要辜负师父对你的期望。是，师父的教诲玉林不敢忘。你做你的事吧。真格格听说脾气不好，这种人你如果能够度他，也是一件大功德。是，师父。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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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还没准备走啊？我不想去啊。不想去？为什么？我不喜欢看见那些臭和尚嘛。哎呦，格格，你怎么不早说呢？害我白跑了一趟，腿都差点跑断了。哎，格格，你在画什么？哎呦，怎么这么丑啊？格格，你在画钟馗啊？不是的，是我这些日子以来梦到的一个人。嗯，好可怕哦。我一时无聊，就不知不觉地把它给画出来了。它虽然很丑，可是他的眼神却充满了感情。哎哎，对了，格格，我刚才也遇见了一个人，眼神也是充满感情。哎，真的？在哪里啊？在崇文寺啊。他呀是个和尚。和尚？和尚你提他干什么？真是。哎，格格，你不知道这个和尚可不一样哦。他呀神气得要死。哎，我还为了你被他怄了一肚子气呢。哦，为什么？他呀简直不通气儿，别人知道您要去都忙着在打扫，只有他慢吞吞的，一副不甘不愿的样子。我当时心里急，多说了他几句。可是你知道他说什么吗？你快说呀。他说啊，哼，格格有什么了不起啊，还不是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仗着自己父亲的权势欺负人罢了。我又没有惹他，他怎么这么说我？就是嘛，当时我还是跟他好言解释啊，跟他说我们格格是千金小姐，可是啊他回的话就更令人生气了。他怎么回呢？他说啊，千金小姐又怎么样，我啊还是个万金和尚呢。哼，好大胆的臭和尚。就是嘛，格格，像这种臭和尚你不去教训他怎么行啊？如果你不去教训他，他还以为我们怕他呢。喜春，扎，跟我来。扎，这件事儿就这么办。送客，请。王爷请留步。
真儿，你自个儿跟你阿妈说吧。什么事儿啊？阿妈，我刚才回房想了一想，我觉得您跟额娘说的话对，我还是去好了。啊？什么？你又要去了？嗯。哎呀，他怎么会变得这么快呀？啊？这就对了，心诚则灵，你多拜拜佛，菩萨就会保佑你的。嗯。可是我去可以哦，我要阿玛派兵勇护送我去。派兵勇？嗯。哎，这怎么可以呢？你是去烧香拜佛，又不是去打仗。阿玛如果不答应，我就不去了。啊，王爷，您就答应他吧。您是一位王爷，派一些兵勇又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儿。再说真儿愿意去了，你就答应他吧。哎，这还有。还有啊，嗯，除了喜春之外，还有巧儿，他们两个都要跟我去。啊？哎呀，真儿，你是去拜庙，不是城隍爷出巡呢？额娘，您答应我就是了嘛。哎呀，好了，这天下丑女儿啊，我们算是第一呀、啊，答应你了。谢谢阿玛。很好，很好。玉林师兄就是这样，要不就不做，要做一定做得彻彻底底的，让人挑不出毛病来。多谢两位师兄的夸奖。菊客师父，菊客师父，菊客师父，什么事啊？是不是真哥哥到了？是，是真哥哥到了。可是什么？菊客师父，你还是自己到山门外看看吧。快点啊。阿弥陀佛，哥哥大驾光临，韩寺蓬荜生辉。知客师，请问你们崇恩寺有几个和尚啊？回格格的话，崇恩寺僧众数百，不知格格何以有此一问？哦，既然有数百个和尚，那为什么只有你们三个来接待我呢？哼，我来拜庙，可是慎重其事。你们明明知道我是顺清王府的格格，竟然敢如此的怠慢我。是不是你们崇恩寺的和尚都认为我不过是个不知天高地厚的黄毛丫头，所以故意给我难堪呢？格格言重了，贫僧绝对没这个意思。好，既然没有，那我就要你们列队相迎。如若不然，我就不拜庙了。哼。这九彩师傅，你赶快去安排一下，快去啊。明光，你跟我来。哎，快。哥哥请稍待，贫僧差人安排去了。一切都已经安排好了。嗯。喜春，你们几个都跟我进去。是。请。
个万金和尚在哪里呀？他是香灯师啊，就在大雄宝殿里。咱们走去。你们在这边候着。是。请问格格在找什么？你们大殿上怎么都没有人呢？那是因为格格要来上香，所以贫僧吩咐室里僧众没有事不要来惊扰格格。可是我上香拜佛总要有个人招呼吧。格格有什么差遣尽管吩咐贫僧就是。不，我喜欢按规矩做事。去请你们的香灯师吧。好吧，格格请稍后，贫僧这就去找他。等一下，你要怎么对付他？我要让他把万金和尚这四个字给我收回去。哎，格格他来了。阿弥陀佛。万金和尚这四个字给我收回去。哎，格格他来了。阿弥陀佛。我们为什么要这么苦？下辈子我会再来找你，再也不要这么苦。我的心在滴血，我们会永远在一起，我也是无奈啊。天人，我一定会回来找你，我一定会回来找你的。天人，格格，快啊，快教训他。请问师父上下。我叫玉林，格格找我有事吗？请问师父，这大殿一天要烧多少烛啊？三斤。那香呢？总是烧完了再烧，我也没仔细算过。我看这大殿上供了三尊菩萨，都是什么菩萨呢？三宝佛。三宝佛是哪三宝佛呢？这些问题你问知客师父好了。为什么要问他？问你不也一样吗？那是他的职责。知客师兄，你告诉他吧。哥哥，这中间的是释迦牟尼佛，右边的是药师如来佛，左边的是大势至菩萨。玉林师父，那你的职责是什么呢？香灯师当然是负责大殿上的香烛。那就麻烦您替我点香吧，我要拜佛了。怎么，难道你又要请知客师父代劳？我这千金小姐就真的请不动你这个万金和尚吗？你懂得什么？他值得我那样对他？什么啊，他值得？哦，你没有看到那个神气的样子啊，根本没有把你放在眼里嘛，还说自己是万金和尚了。你啰嗦什么啊？
他这样说也没什么不对啊。像他这样的和尚，我觉得应该叫他万万金和尚。哼，哎，学弟啊，你回来了。师兄，哎，你怎么回事啊？连我的床你也要躺？什么？你的床我躺躺有什么关系啊？哎，这出家人四大皆空啊！啊，什么你的我的，一天到晚计较这个，那有多烦恼啊？可是你身上那么脏，弄得一床尘土，难道我就不要清洗了吗？哎，床上的尘土你要清洗，那。你心里的尘土要不要清洗啊？我心里的尘土啊？我心里哪有什么尘土啊？嘿，你动不动就生气，嗔心那么重，你说吧，这不是心里的尘土是什么？哦，你说的是真格格的事儿。嗯，不错，我是看不惯豪门权贵的作风，所以我不想理他。我这有什么错？哎，错错错，哎，你是个出家人，这出家人呢，就该知道心无挂碍，啊！可是你今天看这个不顺眼，瞧那个不顺眼，啊，这不就是你的挂碍吗？你还说你没有错？我，你什么你啊？你小心点儿，你的挂碍啊，早晚有一天会给你带来大麻烦的，到时候你就惨了。师兄，嗯，我会有什么大麻烦呢？你呀，我，哎，算了算了，不可说，不可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哎，我走了，反正你也不让我睡嘛，没关系，我找地方睡去。哎哎，什么了不起的，哪儿不能睡觉啊？真是故弄玄虚。哎，奇怪，这个真格格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格格，我想啊，你一定是被白天那个万金和尚气入了心，所以啊，才会老是梦见一个丑人来出气。怎么可能会有这种事呢？格格，我觉得很奇怪，那个万金和尚对您那种态度，您为什么都不生气呢？要是换了别人，您早就怎么样？我不敢说，我怕您骂我。你说呀。我不骂你就是了。我是说，要是换了别人的话，您早就把他整得哭爹喊娘了。格格，这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他长得好看？胡说，他长得好看关我什么事啊？哎，你说的对，我是该好好找个机会杀杀他的威风。好啊，那我明天就去。嗯，什么？你又要去崇恩寺了？昨天嘛，我要你替我去，你还发脾气不肯去，怎么今天又变卦了？额娘，您不要问那么多嘛，是您自己说我八字轻，应该常常去庙里烧香拜佛的。人家现在想通了，您又大惊小怪的。哼，好好好，你有这份心呢，我当然高兴了。喜春，叫吴成去给准备冰勇，还有这个……哎，不用，不用了。你不是喜欢这种排场吗？啊啊，那是昨天我第一次到崇恩寺去，我要让他们见识见识顺亲王府的威风。可是现在他们认识我了，这种场面就不必要了，我只要一顶软轿就可以了。你这孩子啊，一下是要这样，一下是要那个样。幸亏我就只有生你这么一个女儿，要是我多生几个呀，我看呐，连菩萨都帮不了我了。
好好好，早点去，早点回来。是额娘。正干师傅，正干师傅。明瓜，什么事？慌慌张张的。那个清王府的郑哥哥又来了啦。啊，又来了。嗯。快跟我去看看，快。哦。阿弥陀佛，格格真是虔诚，这么快又来了。知客师，你是嫌我来多了吗？哪里，格格肯光临寒寺，贫僧欢迎都来不起。格格请稍待，贫僧马上叫他们出来列队欢迎。不用了，我今天想安安静静的拜佛，不希望有人打扰我。对了，知客师，你也不用陪我了。格格，这怎么行呢？格格，你是金枝玉叶，贫僧怎么敢怠慢呢？格格，知客师傅，我们格格一向说什么是什么，您听他就是了。哦。哎，明光，难道我今天烧柱好香不成？格格，他不在，怎么办啊？我有办法叫他出来。原来是你。怎么，不能是我吗？我没有说不能，佛菩萨本来就是给信徒参拜的，你有心拜佛当然是件好事，可是既然来了就应该正心诚意，否则还不如不来。哎，你这个和尚怎么动不动就教训人，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对不起，我的心里面只有苦海众生，没什么贫富贵贱。你喜春，玉林师父，我是个初学佛的人，如果我有什么地方不够正心诚意，你应该耐心告诉我才对呀，何必要不高兴呢？啊，这哪叫杀威风啊，简直就是讨好他嘛。格格，你知不知道佛殿上的法器是给和尚念经用的，不是给人玩的，你这样胡乱敲打，非但对佛不敬，也失去你格格的身份。玉林师父，我好言请教，你为什么要骂我？我说话一向如此，你如果觉得不顺耳大可以不听。不过是个破铜管嘛，敲又敲不坏，有什么了不起的？不错，他是没什么了不起，不过他会发出祥和之音，使人听了身心舒畅，杂念全消，悟道成佛。你呢，你是个了不起的格格，你又能做些什么呢？你臭和尚，你别越说越过分，放眼江南全在我阿玛的脚下，你要是惹火了我，我就把你们崇文寺都给封了。你不用威胁我，就算你封了崇文寺，出家人一身如寂，到哪里都可以修行。你简直是莫名其妙。惜春，我们走。是。你这个和尚简直是不知厉害，我看你等着倒霉吧。谁说我要回去的？您不回去干什么？哼，我咽不下这口气嘛，打从出娘胎到现在还没人敢这样骂我呢。对对对，那个臭和尚简直活得不耐烦了。喜春，谁叫你这样骂他的？哎，格格，我是在为您出气。啊，你看我都气糊涂了。对，臭和尚。哎呦，这是谁呀？谁用石头打我脑袋呀？哎呦，谁那么讨厌呢？啊，原来是你们两个拿石头打我脑袋啊！我招惹你们了吗？啊，嘿，莫名其妙！哎呦，你怎么也骂我莫名其妙？
已经有人骂过莫名其妙了。哎，骂得好，骂得好。那你们也应该醒了。哎，这位师傅，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我们格格又不是故意的，谁知道你躲在草堆里面啊？说的也是嘛。哎，既然你们是无心的呢，那就算了啊。阿弥陀佛，我要走了。哎，既是无心，那就算了。要是有意，可就自寻烦恼喽。师父，您说什么？我是在说呀，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哎，你到底是无心呢，还是有意呀？格格，这个和尚疯疯癫癫的，不要理他。师父，你为什么要问我无心还是有意呢？哎呀，哈哈，妙啊，真聪明哎，一点就通啊，比我那个不开窍的玉林师弟呀，可是要聪明多了。哦，原来你就是那个臭和尚的师兄啊！哎，格格，我们赶快走，免得惹一肚子嫌弃。哎，臭和尚，嘿嘿，有人心里还觉得他是香和尚呢。哼，师父，你到底知道些什么？你又想说些什么呢？哎呦，我是个疯疯癫癫的和尚，我什么都不知道啊。我只知道前番已知苦，今番何必又要来呢？哎，愚痴啊，愚痴哦。格格，他在说什么？这好像是佛门的一种机锋，很有趣的，我来跟他逗逗看，你不要吵。哦，师父，你说的太迟了，我已经来了，又该怎么办呢？哦，有来就有趣，无来便无趣。难道你只知道来不知道去吗？我如果能去，又何必要问你呢？你如果不能去，问我又有何用呢？我只想知道前途吉凶，是祸是福呢？祸福无门，为人自招啊，何妨退一步，海阔天空啊。如果我不想退呢？那我可就白费心机了。世人不知有因果，因果何曾饶过谁？看样子，该来的还是要来的。我走了。师父，干什么？能不能跟您借样东西啊？什么东西啊？您的僧衣。啊，僧？哎，哎呀，既然是定业不可转，那我就只好随缘了。脱。哎呀，好冷啊。怎么又是你？你没想到吧？你不是说只有和尚能敲法器吗？所以我就变成和尚啦。你简直太胡闹了。我又怎么不对了？大小姐，你们家没什么可玩的了，为什么一定要到庙里来捣蛋呢？我又不是来捣蛋的。你这不是捣蛋是什么？你师兄说的对，你根本就是一窍不通。你见到我师兄了？怪不得你有这衣裳穿，你跟他简直是一对宝。你又骂我？你怕别人骂你，就应该知道自重。你看你穿这个样子，简直就是荒唐。我，拿去，我再也不要看到你。
格格，格格。格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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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讨厌你，我再也不要见到你了。你怎么总是这么不讲理呢？我就是这样，你管得着吗？好，算我多管闲事。哎，站住！你还有事吗？你还没告诉我，你为什么要一路追着我？我喜欢追，我就是这样，你管得着吗？都划不来啊！你懂什么？他又不是个普通的和尚，这和尚就是和尚嘛，还有什么普通跟特别的？我也说不上来嘛。王爷回府。我有办法了。哎，格格，格格，王爷吉祥，王爷吉祥，起来吧。王爷，您回来了。今儿个幸亏是吴总管跟着我去啊，要不然呢可没那么容易回来哟。福晋吉祥，起个吧。吴总管，王爷是不是又喝多了？回福晋的话，王爷有奴才在，王爷是不会喝多的。嘿，这小子狡猾得很呢。哎呀，表面上是替我挡酒啊，其实啊他是好酒贪杯，上好的龙凤酒都让他给捡了便宜了。王爷，您千万别误会啊，奴才哪敢放肆啊，奴才是因为怕王爷喝多了酒伤身子，所以才捏着鼻子往肚子里灌呢。你呀就是个嘴甜。哎，起来吧。谢王爷。哎，我那官女儿呢？怎么我回来也不出来看看我啊？哎呀，也不知道谁惹了他了，躲在房里头生闷气呢。哦，谁那么大胆子敢惹我女儿啊？她不要命了啊！我去看看她。女儿啊，宝贝啊。阿妈。哎呦，我的心肝哦。怎么了？快告诉阿妈啊，是谁欺负你了？就是那个和尚嘛。啊，和尚。你怎么会跟和尚闹起别扭来呢？是不是你不讲理啊？您不要问嘛，您帮我出气就是了。啊，哎呦，乖女儿，人家是出家人，不能难为人家嘛。哼，我不要。您如果不帮我教训他，我以后就不到庙里去拜佛了，免得又被他骂。啊，什么？他竟敢骂你啊？嗯。那你告诉我，他叫什么名字？他叫玉林，是个香灯师。哦，吴总管，奴才在。你替我跑一趟崇文寺。我们看这怎么回事啊？遵命。
什么你要一路追着我？我不要再看到他！我不要再看到他！我不要再看到他！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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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弥陀佛！在红尘俗世间，谁的呼唤飘在耳边，那么熟悉却又遥远，为什么痴心人初次难相见，徘徊在起风的屋檐，谁的叹息飘在风间，那么无奈却又无悔，多少前世缠梦难待今生缘，就算换了时空变了容颜，我依然记得你眼里的依恋，纵然聚散有命，也要用心再接近。